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 One Piece 榜梯拉起了，好不好？那目前来说啊，最近我们都在为冠军赛做准备嘛，然后有问大家，就是说赤犬跟我们就是那个犀牛啊，你们会选哪一只？有人跟我说，那他好像比较推荐哦，直接把我们的美音直接弄到我们满等来试试看，好不好？这样的感觉好像还是也是可以啦，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个黄色石头已经到了这个1000多颗的这个地步了，所以要把美音直接弄到一个满登也是 OK， 而且我也可以就是开始着手练美音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们也让他跑了蛮久的啦，好不好？516哦，应该是没问题的，好不好？这个可以考虑看看，好不好？那不然今天好，我们就直接让别人来跑步了哦。下一只要跑的话，应该就是 King 了啦，好不好？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来让 King 跑一下，然后我们就是直接来练这个美音了，好不好？美音跑了够久了，该是时候让他那个了，好不好？让他开开心心一下了，呵呵。然后现在就是开始继续来跑一下我们这个 King 了哦，应该是 OK。好，那我们就来今天直接来大买特买美音的这个石头。目前看起来的话是需要多少呢？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买美音啊哦，516。好，那我们就来去换一下516。我没有啦，我没有1000多颗啊，605而已。好啦，刚好啦，刚好可以啦。好啦，直接全部换掉了，516，好不好？水晶碎片开放兑换，来来来来来，美音直接给它走起了，好不好？这时候可以开始练美音了啦，516哦。来516，终于啦，各位跑了好久哦。来这边锁持数四个，所以我是不是512就好了？是这样吗？完了，是这样吗 ？Hello， 完蛋，完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美音这边516啊，是有四个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这样吧，换完了，然后在这边来99，怎么才99而已？所以没有全满哦。我以为他不是已经那个了吗？不是说只差四个吗？是有36个，什么意思？提升需要四个，所以不够好啦，那这边还要再换四个，好不好？美音走起，四个就给你了，反正这个500多都换了，好不好？哇，又是一个大手笔耶，直接全部砸在他身上了。OK， 来吧，前往礼物盒。那美音的话，你们会搭配什么勋章呢？也可以在这下面跟人民分享一下因为我是还没有就是搭过他的勋章的但是美音这边满等了，应该是 OK 的终于可以来去体验一下同死人的感觉了这次听说真的很强啦，好不好？来来来来，满等100美音，然后装备奖章看一下美音这边的话，技能是憋哭胀的人愿与一定敌人爆裂那一敌人造成这个损伤，然后此外对造成损伤的敌人以一定决心不与这个歌唱状态。技能发动一定时间内拥有这个踉跄无效效果，技能攻击力是427，歌唱发动几率是100%，然后会5秒的这个就是被定住的这个时间。然后第二招是这个丝毫收拾掉了，超远距离的敌人冲撞造成损伤并击飞敌人，造成损伤时容易发生暴击。技能发动一定时间内拥有踉跄无效效果 ，LV50追加防御力减少的这个效果，技能攻击力是654，然后击飞。效果防御力减少 10%， 效果时间是20秒。然后他自己本身还会带那个就是防御护盾就是这个防御铁臂。初级时获得防御防臂耐久值最大体力的这个 10%， 防御防臂能在敌人攻击的时候不受任何损伤，回避附加效果，并造成发动攻击的这个敌人踉跄，部分攻击除外。使敌人陷入唱歌唱状态时，恢复 50% 的这个防御防臂的这个耐久值。当防御防臂已被破坏的时候，防御防臂将复活这样子然后我方队伍的这个成员被 KO 时，暴击于20秒内增加 300%， 然后使睡眠效果无效这个有看到。睡觉的这个没效。特性一，攻击位于敌方队伍财宝区的敌人时，造成的这个损伤增加 30%。对歌唱状态的敌人攻击时，造成的损伤增加 30%， 并且体力回复 10%。发生暴击时，技能一的冷却时间缩短 15%， 然后体力在 70% 以上时，受到的损伤减少 30%， 然后暴击造成的伤害增加 10%。那这边的话，我们一开始配的这个女帝的这个勋章是暴击增加的好像就是
疯狂的这个用暴击增加，还有攻击队伍财宝区内的这个敌人时会就是有所增加这个伤害的哦。你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攻击增加，自己所在的账号没有的话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是体力在 70% 以上时，技能一的冷却时间缩短哦。然后这个是财宝量表回复。然后大雄的话是击飞敌人体力回复 3%， 这感觉好像也可以打吼，就是可以帮忙回血。好，我们先用这个来试试看，然后先来练一下我们这个某晕 ，yes。好啦，那结果问这么多，我们最后还是决定让美英登场了。啊，哦，好久没玩美英了，不知道一百等美英玩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走起，看一下哈有没有机会 ，Go Go Let's Go， 来，哦，真的。好喜欢美英，反正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定到别人的时候要戳戳戳，然后你的这个防御防壁如果消失的话，可以用那个就是乐谱的那个，然后直接把它就是把防壁弄出来这样子，所以感觉是必须就是有无敌时间的这个护盾，然后护盾没了之后可以拿去做一波补强这样的感觉哦。好，没问题，那我们速速走起，哎，这关是我们的这个恐怖反犬。恐怖帆船，然后我们这边来玩一下美英。最近好像也很少，就是那个，好像也很少，就是看到那个美英的感觉。Go go go！ 来，哒哒哒哒。来，美英，好。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那个鲁夫跟那个就是那个艾斯的那个组合哎，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自己身上会有那个防御防壁的这个效果。好，从今天开始终于可以练美音啦 ，Go Go Go！ 好，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防御防壁，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先这样去打人或干嘛的。等到我们防壁没了之后，我们再那个什么。好，防壁没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定它，然后让这个防壁复活。有没有看到？就是这样子。然后捅一下，捅一下。哎，鲁夫嘞？鲁比？哎，有捅到吗？有捅死吗？没有。有捅死。Nice， 有感哦。然后。这个时候，老爸，我又有防壁了，然后被打死了，但是感觉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在这个防壁复活这样的感觉，好不好？哇，我们被打死，然后连我们手机都坏掉，是不是？太扯了。好，然后大妈攻击手我们就玩美英了，然后大妈就来当一个这个守卫者跟夺宝者哦，整体来说应该就还算不错哦。Nice， 有谁要想要偷摸过来啊？那是哪位？啊，黑胡子，给我滚！你马马正手，你不要在那边鸡巴。好了，地奇，哦，这个给大河。不是啊，大河，你应该要去夺宝啊，你不该来这边玩啊。不是哦，完了，而且我的手机现在很有问题。好像一直在盾呆，完了耶！我们这把好像没有什么夺宝手可以出去了。我们大河还在家里这边。定。我的防壁爆了。有，一直在 KO 别人哦，可以哦。感受到美英的厉害喽！啊，我的防壁真的很容易就爆了耶！天哪，什么意思啊？就算你是我的老爸，也不能这样打我啊！打妹子成何体统？哎，直接 KO， 嘿嘿。有哦有哦，躲起来躲起来！我觉得我的这个防御防壁又好了。
我还是被打死了，为啥？结束！呜呼，好险哦！美音果然好玩，可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慢慢的来练美音就可以了。我是 MVP 耶、欸，耶、yeah! ！好像 OK 哦，各位。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美音的这个勋章搭配，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我再慢慢去练它。反正现在感觉起来，就是我们的防御防壁被打破之后的话，我们就要找时间去用谱去定人，然后把我们这个防壁弄完。如果是这样玩的话，大家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是不是这样玩的，或是有一些更好的打法。那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我是彩排，再见喽，大家拜拜喽。